跟住楊浩呢個射位就攻手就是第二個出嚟㗎啦，快攻手劉亞蘭，周蘇紅咧，但係我嫌佢呢一兩場比賽有時咧就個表現咧就突然間好，突然間咧就好似有啲失信心啊，希望呢場打好啲啦。咁啊趙瑞瑞，咁啊我好欣賞佢籃網方面嘅表現。 另外一個嘅主攻手王麗娜，王麗娜又係同楊浩咧一人一場表現得好嘅話，好奇怪嘅。自由人方面亦都今屆賽事咧就係今年其他比賽都打得好嘅張榮。暫時就係大會嘅最佳嘅自由人。犀利啊！咁啊，陳宗和教練啦，亦都係而家佢嘅球隊嘅成熟期啊。 所以好多比賽咧個成績都非常好啊！最近亦都頻頻攞冠軍。咁啊，呢個賽事緊要啊，因為攞到世界盃嘅冠軍咧，咁啊已經係中國隊好多年啊暫時係未做到嘅嘢，咁啊希望咧都可以做到世界盃嘅冠軍。17年來咧就即係等咗好耐啦，而家咧就嚟個收成期啦，睇下中國隊嘅發揮點樣啦。首先開波嘅係土耳其啊，佢穿起深色衫嘅球衣。 好，首先由土耳其嘅发球，佢破到一传，好收住去王丽娜打波啦，啊 ，touch out 噶，好老定啊，睇佢。王丽娜方面咧就真系比较高啲嘅，杨浩嘅使用多啲啊。喂，啱啱拉网，过到收正嚟。 左手球员啦，食饼啊！哎呀，争啲够到，都好勤力啊！太危险啊！出去嘅时候咧，就真系啲广告牌好多时会撞亲佢哋啊！咁所以有啲波咧就唔勉强救噶啦。咁但系大家要绝对留意呢一个啊，尼斯学左腰嘅得分能力非常高。佢后飞靠落去，动作我做得好啦，压佢落去救个波，但系咧个位置点解唔好？ 好緊要啊！周松如果投一兩分打得起個信心嘅話咧，整場賽事就會好嘅。我諗陳中和教練咧都講過俾西塔聽啦，俾多啲波開頭嘅時候打，好難到嘅。收正佢，二段攻擊有冇咧撥過去後場救起，輕輕拍過去先啦。哎呀，好波啊！因為睇個空位嘅時候咧，輕輕撥過去，然後呢個攻擊咧非常之乖巧。之前個防守又好嘢咯，因為尼斯漢放個虛攻咧。 中国队可以救得咁靓，起多一传，射到进攻，吓张流啊，好，嗰波未到之前咧，佢已经嗌定勾啦，拖其他球员咧冇拎个波啊。艾沙华呢个主攻手咧个得分能力就冇咁强，所以咧中国队喺四号位方面呢个压力暂时冇咁大住啊。尼斯汉喺二号位，比数去到4-1噶。 左手球员啦，哎呀好可惜啊！啱啱啊解外啊，冇捉到手，变咗个分数拉开咗啦。球起分睇起上嚟咧，土耳其咧即系好似冇乜还击之力啊。起码尼斯汉个得分咧，比对方揿低咗。快攻试试，单手周松差过去对面，有啲乱添啊，土耳其。 嗱，好簡單一個波啦嚇，竟然咧自己人搶自己人個波咧，其實就真係好亂啊！個防守範圍咧，自己一定要檢討下。因為雙方其實咧都冇乜對錯過，所以土耳其對於中國隊咧都其實覺得好陌生下。係啊，其實大家都好驚大家噶啦，但係打上嚟先知道。避手啦，即係攔咗兩球之後咧，佢避手打。嗱，如果尼斯漢都唔可以壓陣嘅話咧，呢條線個憂慮真係大。 即係追殺食個尼斯漢嘅算啦，繼續都係劉亞蘭發球，7-1㗎啦，差啲食頂。嗱，呢個波啱啱喺網前咧，記住個波喺網頂咧就可以咧去主動去拎個波啊！呢一輪咧就中國隊嘅氣勢啊，真係如虹啊！8-1領先第一局，去到呢個第一個技術暫停嘅。 第一局嘅第一個技術暫停嘅時候，中國隊其實咧就以8-1嘅比數咧係進入第一個技術暫停。咁但係咧就休息一陣之後咧，咁其實咧土耳其都有攞到分喎。咁而家個比數咧就係9-3，依然都係中國隊領先緊。邵偉強攻，但係中國隊嘅籃網啊，有個趙瑞瑞喺度咧，真係特別有信心嘅。始祖嘅身高啊，有1.96米咁高，今次又係打落去度喎。
暫時喺十二隊之中咧，趙瑞瑞嘅籃網咧就係成為咗第一嘅。冇錯，趙瑞瑞咧就初出嚟嘅時候，俾人嘅感覺就唔穩陣嘅球員，雖然高，但咧就因為佢力量唔夠啊，喺籃網亦都經常咧就發揮唔到出嚟。但一成熟咗之後，大家可以見得到佢幾範波都好曬嘅，包括佢嘅快攻啦、背飛啦，同埋佢嘅籃網明顯進步。係啊，佢哋腳部嘅即係運動咧要做好多㗎。平時練習啦嚇，蹲降鈴咧係佢哋主要啊練腳部嘅一個練習嚟㗎。所以咧喺腳部運用嘅時候咧，就要咧明顯係好咗好多。冇錯，因為好辛苦㗎，佢帶上嚟，因為咧喺呢個快攻位咧兩邊幫手籃網都唔知道要攔幾多次。呢條線係馮坤喺度，咁即係話正式攻擊手咧有兩個啊，不過再加埋後場嘅攻擊咧，變化一樣咁多。起到一傳，一個後飛啊，起到噶，修正過嚟啊，中間有人打咧，我輕輕拍過去先，機會嚟啦啊，一個後飛啊，非常之速度快呢個波，啊底站咧就話起個波嘅節奏咧非常之好啊，睇翻咁上下高度咧，然後先有機會做戰術嘅。呢、這個波王麗娜有些少以為佢會走出去再出啲打，所以有個罅喺度。打呢球波嘅咧就係五號嘅球員艾森，多咗網套下邊啊！其實咧喺呢個水準咁高嘅比賽咧嚇，開個咁嘅波咧真係好奇怪啊！即係抗操嘅波咧有啲問題啊！一個比較大嘅失誤，因為你始終係一個網球式嘅發球嚟嘅啫，啊照要可以開到穩陣，好飄添，夠到㗎。王麗娜起手，但亦都俾對方攔到。有分攔到佢咧，就係巴克呢個一號球員。身高佢唔算高啊，一米八一，但係頭先跳起嘅時間咧就非常之準啊！我夠起咗，一後飛，墊網添啊自己。攔網時候墊網啊！所以有時做戰術，你做得變化大咧。對方唔好話守唔守得起，籃網球員已經係犯規。有馮坤嘅發球，小跳球破壞咗一傳，後排攻擊難到啊，不過咧都落地下，做得好啊！其實呢一個波破壞咗一傳㗎啦，不過咁巧咧，呢一個尼斯漢已經係準備走定上嚟打呢個二號波，咪後場威力一樣有。靚波，我哋真係好想睇多啲咧呢一類咁嘅戰術啊！慢鏡睇啊，後發掩空，周叔空曬嚟到派餅，不過冇人食到啦呢個餅啦，打落地下度。周叔紅其實佢不嬲咧，表現得都比較穩定，不過喺之前嘅比賽就唔知點解有少少失準，咁但係今日似乎都幾好。開頭開得好，破壞到一傳，後排打啦，大手夠位，哇張蘭犀利啊，已經失咗位置啦，仲可以撲救噶，一個平拉，哎呀睇到啊，仲有啊，哎呀！防守方面，所以話中國隊另一個進步咗嘅嘢就係佢哋防守而家真係嚴密咗嘅。當然同張娜嚇可以入到隊有關啦。好，土耳其嘅發球，平飛球，起到一傳。好，四號位進攻，楊浩啊，第一球打波好似啊。前靠側，哇！真係比阿周星雄威喎喎呢一輪，即係做好多戰術嘅嘢，一掩空咗快攻位。有人攔網之後咧，多數空咗嚟打嘅。不過佢好正，佢避手轉線。係啊，佢打個手法咧非常之好啊，咬曬腰扣過去，俾得一傳，二號位進攻，起到，好收定出去，六四號位，嚇打手出界啊！呢個波咧，楊浩咧打得非常之好啊，轉一轉手腕，打落直線度。楊浩啲變線咧做得係比阿王麗娜出色啲嘅，但如果齋講力量咧，就王麗娜輸成。我繼續發球，俾到一傳，又係後意啊，爛啦，真係冇得走啊！因為已經去到十六分咧，即係去到第二個技術暫停，中國隊遙遙領先之下，去到十六分先。但明顯地一做戰術咧。其實土耳其對於中國隊咧嚟講，佢哋唔知點樣去防嘅，籃網球員都未捉到點嘅。因為兩隊波其實都好陌生㗎，大家咧對女個咧機會咧都係呢一次啫。係。個球式發球，破壞到一傳，一個後飛起到，修正過去，短咗啊呢個啊，大家咧誤會咗呢球波。
二號位進攻難倒噶，夠起，好收正啊！二號位一個對一個夠起，張楠俾阿志佢一撥啊！嗱呢個波其實土耳其球員有啲失策，佢哋以為冇人攔網之下咧，尼斯洛呢球波已經搞掂咗，但估唔到咧，你一樣佢撞翻你個波喎。因為咧，佢頭先球波啦，趙若咧咁嘅身高咧，即係撥落嚟咧，真係好難救啊！因為咧個波咧係好平咁飛過去嘅。好，周秀雄球即發球，起到一傳，射位進攻，假手出界。二號嘅艾沙華。其實咧，中國隊如果撳得住阿尼斯漢嘅話咧，佢其他嘅球員啊都要做翻多少少嘢，否則嘅話咧，土耳其直情唔知邊度還手好噶啦。咁所以咧，艾沙華真係要試下俾多啲嘅。土耳其咧，教練咧嚟一個錯對嘅換人啦。好似咧三個人進攻喺前排啊，不過咧犧牲咗尼斯漢咧後排進攻嘅。冇錯，尼斯漢其實今日都冇乜甜頭啊。上幾場波好似咧就哇都幾多得分啊，但係呢一場往往俾咧中國隊攔到。好，起得一傳，二段攻擊。嗱呢個咧就係阿馮坤嘅殺手鐧啦，好多時咧就靠呢個二段攻擊咧拎分嘅。同埋咧，好多時啊，錯位咧，靠二傳手咧可以處理呢啲波，直接拎到分數。唉，好球噶，得分啲。呢邊係鼓動啊！望一望，望住個波落地，其實咧應該一定要移動過去咧，佢真係嘗試起個波。你都差下呢個波，打出界啦。土耳其咧，嗰個失誤咧仍然都係好多啊！要減低自己的失誤咧，先有機會咧同中國隊去鬥。而家成日閉咗佢哋，第一傳都做唔到嘅，所以佢哋成日都想打翻少少戰術都唔得，啊都係破壞咗嘅。唯有拱俾出邊嘅，但係出邊而家顧唔到啊！一照佢喺前排嘅籃網真係好犀利，即係好多修正波咧都短咗啦，所以照咧拍埋嘅手咧就難曬。倒水喎嚇！呢個情況真係，直情覺得土耳其唔知點樣收制好啦。呢個一傳好啲㗎啦，但仍然都起得唔靚。四次擊球，自己打到網啊！乜嘢方法都用盡，都過唔到啊！始終比分咧去到24-10啦嚇，呢個分數啦嚇，起碼咧有6-7分啦，都係土耳其自己失嘅。冇錯，咁啊一定要點到佢哋第一局嚇嘅失誤，咁啊先可以喺第二局希望打翻好少少。輸就輸緊㗎啦，呢分都冇埋添喎，咁啊25-10，哇！真係相當大距離。我哋睇咁多場中國隊咧，好似一局波咧，俾對手只係攞10分嘅啊！咪點到啦？中國隊暫時1-0，局數咧領先土耳其。呢一局真係要睇土耳其生唔生性啊！因為頭先嗰局咧，其實衰啲講就狂風掃內院啊，殺咗你一局㗎啦。25-10咧，絕對係一個好大嘅距離嘅扳啊，先至會話有咁樣嘅15分之差。好少話輸咁多㗎。咁但係你計，如果話計實嚟計咧，土耳其不至於話咧嚇被睇低咁多喎，因為佢哋有身高，其實佢哋亦都有籃網嘅。不過今日暫時未發揮到啊。始終咧，佢係同中國隊咧都未對壘過啊。咁啊，希望佢哋咧真係捉到個節奏，做翻好佢自己嘅戰術。第二局嘅接球會好啲嘅，睇睇啦。嗱，夠起咗到位㗎嚇，二位進攻又難到啊。其實嘗試下啦，真係。掩空咗咧，喺二號位嘅位置咧，佢係比較窄嘅。試下拉出去四號位啦，咁可能咧破壞到個籃網嘅截擊嘅。不過尼斯漢嘅進攻咧就太過獨孤一味得滯，對第二啲隊可能可以啊，做多少變化好啲。就起咗，喺個後打落去啦。個分別真係在於呢一度啦，對方嘅變化咁多，咁啊搞到咧。土耳其嘅後防好似成日都驚住食頂食頂咁嘅，咁就好難打嘅。所以睇到佢咧，暫時睇咧，好似挨打咁嘅狀態啊！好，黃嘅冷發球，大網噶起到呢個後快，出手好快。睇落中間咧，真係唔差噶。奧斯姆咧打呢個波咧，真係好快嘅。其實多啲用自己中間再掩空啊，俾阿尼斯漢打咧，咁就唔同。你講啱啊！一定要掩空啊！你就咁俾佢啦，未必得。
呢邊話咁快，劉亞男又打個嚇後快，又攞一分。即係中國隊，大家會覺得佢攞分起上嚟容易啲。啊，土耳其反圍咧，佢如果做唔到第一個嘅戰術咧，佢未必咁清脆攞到分。一定要有人走動先。四號位啦，啊，你四號位咧拉得開咧，俾佢打咧，完全一個對一個咧，係好難難嘅。看到土耳其咧拎翻少少節奏啦，好球先發球，起到照樣去打啦。呢個波要站出嚟，起得好靚嘅呢個節奏，非常之到位啊！跟住趙瑞瑞話：簡單，我做個平快。土耳其咧呢個波咧真係好啊！企喺條邊線度嗌 out， 咁起碼咧一定係出界啦。啊，金志祥有啲擔心啊，周蘇唔開濕波啦。係啊，成日有啲跡象會出現咧，就係佢個信心有時唔係好夠。起翻好一傳，侯飛燕嘅前翼打落個角位度啊！佢都笑笑口啊，即係個位置唔係好啱啊，不過咧靠自己手腕嚟打。個波個落點仲係好慢。係啊，即係叫佢攞得好盡嘅。點啊？楊浩，可以攔到，好收正出去，四號位進攻，又起啊！好埋網啊，睇點處理，一個虛攻，又起二段攻擊啊！要把握呢機會，許宇晴稍微高啲嘅波啊，對方喺混亂之中咧，你總之高啲出手就得噶啦。利利啊，非常之好啊！呢個波啊，一擋起咗之後，二段打過去啦。哎呀，呢個波又有啲大意啊！輸得唔犀利啦！咁個球員嗌聲，嚇呢個波又開得球得咁靚嘅。哎呀，斷咗個門球啊！飄喎，可能嚇。好波，救起咗啊！好嘢，好嘢，咁樣救就救。我睇難難到啦，又救啦！王麗娜，啊，不負所望啊！王麗娜救起個波。就俾佢打，佢真係打到落嚟，精彩啊！呢一分波夠多真係精彩。咁其實我覺得呢幾球如果咧，中國隊陣中阿張娜喺度咧，可能大家會有排。係啊，但冇辦法，因為發緊球嘅時候咧，就一定唔換得自由人落去啦。但係周書紅咧做得非常之好啊！戰術部署好好多嘢要諗啊！哇！都咁緊要嘅波，趙瑞瑞大嗌一聲啊，好開心啊！因為完全係冇人去拎個波咧，喺排球嚟講咧，好難得㗎。係啊，照話我好少攞 A 市球，最多破壞你一傳嘅啫。不過又係唔習慣照嗰種嘅發球方式。好，起多一傳，好排攻擊啊，好球嚟嘅。不過呢一步起碼佢已經真係喺進攻方面嘅失拖唔算多啊。起碼佢知道打波嘅點咧喺邊度。尤其是尼斯漢發揮得好嘅話，有機會追近啲嘅。啊，好靚啊！扭個手腕打翻去五號位。嗱，始終都係中國隊咧，就係領先住兩分波咧，入去第二局裏邊嘅第一個技術暫停。分數方面就係8-6啊。但係點解話追翻咧？其實頭先土耳其係追到8-8咁，不過咧啱啱中國隊咧又再次攞咗分喎。咁起碼佢有一個好大進步。第一局嘅技術暫停輸咧就1-8嘅分數。啱啱講完啦，直接得分啦，10-8啦。將個比數拉翻開2分咁多啦。中國隊嘅球員可以直接喺發球得分咧，就以阿王麗娜同埋楊浩咧就機會最大嘅，因為扣球式發球威力始終有。不過今場嘅比賽連趙瑞瑞暫時都攞到一個。係啊，係啊，呢波矮咗，唉，好在都有咁啊。不過炸一炸劉亞男啊，處理呢個波咧非常之好啊，佢唔大力打，輕輕託過去。乜搞到咧？就土耳其教練啊！斯洛古拉啦，立即要叫佢暫停。啱啱暫停冇幾耐，佢都唔忍得手啦，即刻叫多個啦。因為咧，其實暫停之後，佢哋追翻平均啊，追過平手噶嘛。因為分數咧拉開幾分啦，佢唔一唔叫停咧，好危險噶。分分鐘一散咧，係好難追得翻嘅。因為直接得分制裏邊咧，就你好少可俾對面嗰隊係連續攞三分，係嘅話一定有問題出現嘅。同教練講緊啦，可能個防守範圍咧嗰度咧，一定要大家有個默契啊！咪有時啊，喺防守咧靠呢個古頓噶啦，呢位自由人。
就要留意住中國隊嗰啲嘅短波嘅落點，希望古頓可以咧去救得到啊！去多一傳，好不打，尼斯康又救到，打落去，哎呀，湯肚啊！咁而家都有個好處嘅，呢個二號嘅艾沙華咧，算做不負所託，因為尼斯康打唔死，第二球佢就搞掂。其實個四號位嘅進攻咧都非常之好嘅，上手嘅發球起到，又快掩長波，一個對一個，咦有冇打出？有冇打足手咧？應該有㗎。球證都俾咗中國隊嘅呢一分，一樣我故意打足手出界。可能佢同佢講短咗少少啊，變到落唔到個手腕。好，小智識發球。李家全過長波，射位進攻，難到出界。接發球呢樣嘢都進步咗，土耳其喺第二場。呢幾球咧嚇，艾沙華啦進攻咧往往得手㗎，應該咧可以拎翻呢個點咧繼續俾佢。哇！打落網底啊，又係。尼斯翁今天的得分就不要覺得他那麼多了，失分就反而多一點。好，周淑華發球，球星發球，有些信心了，這個後飛，哎呀，不要硬位，張立夠起，哎，打入去，然後揀一些，然後揀線呢，就真的揀得很正。這球波有機會兩位男友球員中間，他揀到條罅打。始終佢嘅技術咧嚇，個抗操個位置非常之好。佢唔大力打，佢笠過你嘅手去打波。繼續球式發球，卡少啊，應該冇問題啦。照喺中間咧，咁嘅身高，直情可以揀位嚟到打啊！主要啦，比分咧拉開到15-10噶啦。球式發球。起到一傳，後備攻擊起到啊！哎呀，佢自己都覺得好唔抵啊！報到位置啦，但係啱啱撞喺自己手邊。不過起碼尼斯翰都要好耐冇攞分攞下啦，要。起到一傳，傳染去楊浩打，啊叉燒啊又係。起到啊！好嘢喎！好三傳過啊！再俾趙瑞打，趙瑞你叉燒救到我，好試試個背飛你得唔得啦？咁又係打翻俾對面嘅自由人咧，就古頓喎。咁啊食埋呢一分之後咧，就中國隊又去到16先。咁今次個距離咧就拉開得比較大啦嚇，所以咧睇下可唔可以下多城咧就贏埋呢一局嘅賽事啦。領先緊嘅比數係17-12，咁即係五分距離咧，而家變咗6分啦。咪比起咧就第一個技術暫停之後咧，真係拉開咗，因為曾經試過8-8嘅。睇睇呢球波啦，又覺得好靚，跟住升起，黃麗娜佢都有埋變直線呢下嘅招數啊！其實睇見到周松紅咧，都有好靚救波啦。除咗張蘭之外咧，如果講救球咧，其實周松紅嘅次數都幾多啊？係啊，因為佢呢個位置啦打二號位，佢一定要可以升得波、起得波，同埋咧進攻都要得嘅。即係幾全面㗎呢個位置真係。因為接應二傳咧，你個升波唔好嘅話咧，就好難同呢個 setter 打對角㗎啦。不過嚟到第二局嘅時候咧，其實咧。土耳其呢邊咧，尼斯翰咧，其實佢已經發揮得多咗啊個機會。有翻啲起色啦，不如話，不過硬係唔夠多，即係始終中國隊真係冇手軟到，冇放鬆過。趙瑞嘅發球，起到一傳㗎啦。好，俾後排打。哎呀，最近爭啲啊！不過如果呢個波係張蘭起咧，應該就冇問題啦。喂，尼斯翰，譬如話呢得分係有嘅，不過係爭在咧。土耳其好少話連續攞幾分嘅，中國你最多俾你進攻攞一分先。呢次係吹咗啦，伸手過網攻擊，呢個係土耳其嘅犯規，呢係中國隊嘅球員準備升波嘅。因為 setter 咧喺後排咧插車嘅時候咧，你係唔可以干擾到佢咧去托球嘅。哇！飄出界啦，波就好飄啦，不過咧出界。
有時我哋講話嗰啲飄咧，觀眾其實你可以喺電光幕度自己睇，但係個波唔係話好循一個嘅節奏向前衝，扎打扎打嗰啲就飄忽。嚟到一個後飛，再要一個長後飛啊！自由人覺得靚喎呢個波，俾翻邊個咧？仍然都係二號位嘅，我下底打落去啊，救到，組織翻先，再嚟一球後飛。呢幾球戰術真係靚啊！俾阿周鋒兩次，跟住呢一次係俾後快咧，就俾阿劉亞林。呢幾球波咧，即係大家咧大開眼界啊！個來回球咧個戰術組織咧好快脆啊！周鋒都打得唔曳嘅啦，嗰兩個波都。好難咗，收正過去打個，啱啱交無人地界，冇辦法，呢個波超手扣球嘅。第二次起跳，中國隊球員咧個籃網嘅高度冇咁高啦，一連續兩次都係俾咧四號位嘅艾沙華去打。但係一分一分上又真係土耳其都未係辦法住嘅喎，然後佢打個邊啊，咪呢一度打嗰邊出界。然後我表情都特別多喎，王麗娜咧就比較 cool 啲嘅。好啦，中國隊嘅 fans 啊，叫加油啦！起到，好修正四號位，楊浩打夠起，修正，輕拍過去，好快攻啊！起到，修正啊，二號位進攻。嗱，呢幾日波咧真係打得好好啊！守得好，打亦都好啊！呢分波咧，土耳其真係做得好。李斯恩亦都咧就識得轉下線啦，用個手腕轉個波去叫搓波啊，其實搓個直線。好，十六號嘅斯達換得出場啦，身高咧有1.92米嘅，網高咧3.03米，年紀就17歲嘅啫。哎呀，呢個波有啲誤會啊！好少啊！係啊，即係可能分數咧就拉開咗，咁啊想夾啲新嘅戰術咧，變咗咧自己都壓自己啦。話睇清楚啲啊，有時一個手指之差咧，你睇到佢哋啦，有兩套戰術嘅，第一次嘅戰術可能快過，第二次戰術可能停嘅。但連續兩球啦，分數咧都係18-21嘅，所以呢個暫停就一定會叫嘅。發球咧，佢對波其實好好打嘅。變咗破壞咗對方嘅一傳啦，自己有機會打落回球，高點去打波，拋前咗少少嘅，好有啲運仔啊，升起四位進攻，救起叉燒啊，哎呀冇人拎嘅，後二哇救到啊，土耳其犀利啊呢幾球波，我再俾出去四位攔到啊，哇呢幾個防守犀利啦。哇！土耳其咧發揮到咗啲籃網，其實佢哋喺之前嘅比賽，我哋都提及佢啲籃網係幾好，但係今日咧就對中國隊嘅戰術變化咧，佢哋頂唔住。但係呢啲明明顯顯咧，俾阿楊浩啲四號位哥咧，佢哋係攔到啦。即係換言之，中國隊嘅戰術頭先唔夠豐富，所以一定要靠發球咧。哎呀，你三傳過網冇事㗎嚇，真係第一下進攻啊，已經出啦。又難到啊！呢幾日波咧真係佢以前有阿馮坤啊，個波咧比較短咗，變咗咧好難去進攻啊！亦都換出咗呢個十路球員咧，就個斯達嘅身高1.92米咧，幫一幫到個籃網嘅。啊！中國隊咧，教練陳忠和即刻咧揾我宋毅拿出嚟幫手啦！啊，因為好明顯咧，馮坤呢個幾個波咧就升得唔係太好。係啊！自從俾阿趙瑞嗰塊工，大家有失誤之後。就已經做得唔好，影響咗個信心。我破壞到一傳，修正去二號位後飛，又攔到啊！所以你話排球精彩之處喺呢一度。嗱，連續幾分咧，真係好緊張啊！頭先咧，佢拎好多分，到而家咧，自己又拎翻分。係啊，嗱，你阿趙睿睿同阿馮坤夾個快攻有分，大家仲笑笑口嘅，因為當時仲。我睇陳忠和教練個樣成日都好似好胸有成竹咁嘅，你唔知佢諗緊乜嘅。單數都係中國隊高啲嘅，即係只要做到有戰術咧，其實有機會再挑戰翻。嗱，起好呢個發球先。哎呀，起出去唔緊要，打落去啦，趙睿。我夠起，修正過去。哎呀，呢個波曳啊！到對面嘅發球手有啲咧心急，竟然間會托到俾咧，就對方去投啦。因為佢中間咧係好少咧，佢墊波去升波嘅，所以咧真係升個波出去咧，真係好曳。
好，呢個時間咧，比連咧就入替咗尼斯漢啦。比連個防守會好啲啊，所以後場換佢出嚟。我破獲多一傳，射我一進攻，難唔難到咧？哎呀，太開網啦！令到咧謝月咧比較湯肚㗎嚇，反圍打起啊呢個斯達啊，斯達都係目的出嚟攞多啲信心啊！機會咧喺翻中國隊度，嗱起好一傳，做唔到咧自我掩護，一個虛攻救起啊！哎呀冇人睇啊！嗱呢個誤會咧真係唔可以接受啊！因為其實大家一定係要準備去修正，你起波我去做預傳啊！咁我艾森啊，我都冇扶啊，佢以為隊友去攞嘅，馮坤定一定出翻嚟啦，而家仲係領先一分嘅中國隊。楊浩發球，俾多一傳，一個後飛，啱啱喺邊線落啊！啊，咁誒，而家真係出現一人一分咁咬住上，鄭俊邦未試過嘅。睇呢兩球啦，中國隊點發揮咧？首先起好一傳先，冇錯，到一傳，照樣打落去啦。已經有人變網添啦，不過就算唔變網咧，全部都打到落對方嘅頭頂咁正。始終中國隊啦，一定要利用趙睿咧中間嘅高度咧去進攻嘅。好飄個波，起到四號位進攻，難唔難到咧？難到都出界。咁啊變咗要丟時啦，可能兩分先叫贏一局噶。尼斯可能出翻去咯喎，依家上翻前排咯。喂，分數平手，尼斯可上翻嚟前排咧，其實都仲有啲機會啊！土耳其啊，喺攻擊方面咧係強咗啲嘅而家。巴哈咧就換入咗去發球。好，土耳其發球，俾咗一傳，老戰術，射位進攻。升到啊！修正四號位，起到去翻呢邊，王麗娜，大家都四號位進攻，哎呀，高出手啊！呢個真係超手打啊！乜調轉土耳其有個 set point 喎？哦，仲冇埋進攻機會添，危險啦！呢邊做咩呢都係俾高波噶啦！四位進攻攔到，好收正出去，仍然都係佢啊！攔唔到咧，攔到救起，好收正出去，打唔打到咧？打到啊，攔到啊！啊！呢、這個波真係啊，此消彼長嘅情況之下咧，土耳其咧喺尾段咧搶翻上嚟。係啊，變咗丟時贏啊，26-24咧，局數變咗係1-1平手啦。當然希望佢哋隊波可以打好啲，不過睇完都中意打排球嘅，從中學開始。同埋其實咧，因為啲球迷點解咁開心？因為而家趙瑞瑞發球啊！因為我睇到日本嗰啲網頁，其實咧趙瑞瑞咧係幾紅㗎。係啊，非常紅嘅一個球員啦。希望你真係帶起隊波啦，而家17-17。趙王麗娜咧，終於攔得球波啦，好開心啊！希望呢個位置嘅時候咧，中國隊咧可以加把勁啦。打個靚波或者攔個好波咧，真係會帶起一個球員嘅信心。我起到一傳，四位進攻，難到夠起，守得靚㗎，勝出，我哋嚟打，真係有信心嘅。你話之前如果俾佢立定起跳打呢波咧，佢個把握唔大，冇助跑嘅呢個波。嗱，大家睇睇，就咁原地起跳嘅，不過好在佢力量夠強。係啊，嗱，到而家啦，王麗娜個古巴添嘅，千祈唔好俾後手。起到一傳，好快染嘅長波，夠到啊！我拉出去，啊！俾個前快，接你好到啊！哇！一轉身就打啦，馮坤啊！呢個波應該和球啦，和球正路，不過繼續啊！救到，俾咩快波？好波！係唔和球啊？幫住中國隊，因為正路呢波撳撳埋，應該係吹咗和球嘅。因為咧，大家單手一齊撳個波咧，停留咗一陣時候咧，應該就係吹和球。少少時間啊，停留少少時間，應該吹嘅。不過最終啊，阿南做個快攻攞分，繼續都係趙瑞瑞發球，我破壞一傳，好啦，尼斯攻擊，哎呀，起前咗啊，趙瑞瑞啊，
一企嘅位置咧，企喺大概七米度咧，啱啱打落我心口度。陳錦耀一人一球，試下做之術，冇錯，打短波啦。佢哋一俾短波咧，我真係比較定意。靚波啊！呢個波打好，打身有跑動嘅波啦。中國隊得分嘅能力咧就非常之高。係啊，個成數真係高啲。比長波咧就五波。你多一次，呢個平拉打亮。個手臂咧唔係發得好緊要嘅，手腕用嘅力量多。奧斯姆啊，一米九四啊，不過就唔係好多地要打，好似啊，係如果名次不多。前交叉，塔塔比都有，一掩空咗得噶啦，總之就睇多幾球啦嚇，基本上做咗個戰術啦嚇，土耳其係企咗喺度咧，完全冇反應。即係暫時佢哋都仲有一樣嘢，真係頂唔住中國隊就中國隊打交叉戰術。哎呀，一個無謂嘅失誤又係啊！好波，過網啊！馮坤好嘢，好射位進攻，打網套啊！馮坤好嘢，呢個波真係好難好難升，一冇慢鏡睇啊！直情將個波啊喺黐住網度勾翻翻嚟，升過快攻，好難做。個分數設計又拉去咗啲啦，廿二十七，好升出嚟四號位，難到夠起。我修正佢後排打落去，哎呀！這個球咧有啲遮咗個位置啊！突然間轉手腕打落去五號位度，你又再換呢一個啊？呢一個出嚟有啲驚喎，因為曾經由佢咧就打得幾醒下咧，幫土耳其追翻第二局噶喎。係啊，佢身高嘅優勢非常之好噶，斯達一米九二嘅身高。嗱，會唔會係土耳其嘅腹將啦嚇？頭先咧嗰局咧一出嚟咧就將個形勢咧扭轉咗啊！破壞到一傳，好修正四號位，打唔打咧？哎呀，啱啱好啊！又好啊，哎呀，掹掹緊嘅，佢話呢人塌咗跳啊，塌完跳。睇下手指，好多動靜啊！即係表示自己咧，真係唔係故意嘅。稍後嘅比連係入替咗尼斯漢。呢邊都嗱呢個嘅換人咧就正路啲嘅，就李珊同埋宋麗娜兩個一齊出嚇。咁又換走咗馮坤同埋周蘇紅。係啦，周蘇紅就本來喺後排嘅。而家換咗連宋麗娜後上 set 波，好啦，宋麗娜發球，破壞到一傳，我修正後排攻擊，打到更好到啦。當然啦，土耳其都係靠呢兩個。牛正咧就話佢踩界啊，後排攻擊啊，諗住靠呢兩個得分王，佢攞分喎，一個排第一，一個排第三。好可惜嚇，中國隊咧拎翻呢一分啦，宋麗娜發球。個對腿嚟講，講啊真係慘啊！後面啊，後飛起到啊，都唔緊要，去到廿四，仲有咧五分波距離咧，我覺得都應該定啲嚇。咪只要呢一個攻勢做到啊，已經即刻搞掂添啦。啊，中國隊咧繼續做一個戰術咧，應該冇問題噶。哎呀，起唔到一傳，射位進攻，楊浩攔到落去啊，未搞掂住喎，攔得兩個真係又係佢喎。十六號嘅斯達啊，真係誇張！佢籃網高度有兩米九七嘅身，但係都仲有 set point， 今次有一個誤會，有機會去翻俾佢度。哇！幾分波咧追得好急啊！咁啊，陳忠和教練咧一定要叫翻佢暫停啊！到呢邊咧輕鬆啲啦啊，但係咧。可能咧開失咗個波，或者俾一個進攻咧就會輸噶啦。咪希望中國隊做個好啲嘅進攻啦，做短波啦。係啊，啱啱手長啲啊，高啊始終係高嘅好處啊。其實呢個波都唔係叫食得好正㗎，唔係配合得好好，不過夠高啊，借差咗過去咧，廿五比廿一，中國隊第三局嘅贏波，二比一局數領先緊土耳其。
我嘅冷發球拉網嘅嚇，起多一次，又可以進攻攔到，啊攔到出界嘅，都唔緊要啊，起碼攔到對方咧都會有啲咧就叫心怯，知道你嘅籃網咧就哇捉到我嘅，嗱都好輕鬆啊，見到尼斯漢。因為可能在土耳其心目中咧，贏到中國隊一局咧，都好開心噶啦嚇。睇下有冇機會再贏埋呢局。嗰啲人真，土耳其真係冇包袱打嘅。佢賽前一定預係我輸俾你證明㗎。同埋佢哋仲要係第一次參加世界盃。冇錯，表現真係唔差，3-2贏古巴㗎啦已經。嗱，一開波咧，中國隊0-2輸緊㗎，救唔到，救到啊！有三傳蓋，好嘢啊！進攻在中國隊度啦，一個後揮點對，哇犀利啊！兩個後揮啊！乜呢啲背交叉咧，就我覺得中國隊最殺食嘅招數嚟嘅啦。一個劉亞男揸一個周蘇紅打呢一個二號波，喂仲係單腳揞起嗰只啊，真係似貝飛多啲添。劉亞男拍球，好飄啊！起多一傳，如果進攻攔到，鬥起收正出去，二號位。好一個起攻，嚇！趙又升去二號位度啊，打落去啦。好呢邊，我揸你個好處喎，二號位。嗰啲撥一撥頭髮話，誒，佢最開心咧就係打趙又，而趙又係捉手出界。仲要係啱啱個波 set 埋佢度咧，佢隻左手係啱啱好啊。係啱曬手型啊！李思漢發球。收定出去楊浩，啊！今日楊浩嘅表現咧真係麻麻地啊，應該集中多啲精神啊！今日四號位係真係冇搭冇成嘅，因為始終我哋講過一點就係話土耳其高嗰啲啊。咪而家都有個幾大距離喎，3分嘅喎。我破壞咗一傳，出聲啦要，係收正，準備打翻個波。哎呀，都攔到啊！哇！真係啊，巴克身材都唔係好高嘅咋，1.81米啊，但係攔咗幾球波啊！唔叫暫停都唔得啦，真係陰功啊！一出嚟咧，又好似又立咗啲喎，即係其實真係立咗啲啊，因為中國隊做唔到戰術波嘅呢一輪。咁如果焗住成日丟俾四號位，即係話佢一傳真係唔好啦嚇，因為咧就對方咧就防得住佢哋嘅四號位咧，搞到佢哋唔可以做到小組。因為真係有啲擔心，因為咧場場都咁重要。繼續都是土耳其的尼斯漢發球。哇！佢呢個真的叫送大禮喎嚇。去咗好遠喎，去咗好遠，佢自己都不知點算好喺度笑。佢掟下隻手，我諗佢。有啲傻笑咁嘅感覺啊！因為咧，其實呢一分咧對土耳其係好關鍵嘅。如果你咁樣失誤咧，哎呀呢邊又係啊，呢邊又送翻翻俾佢。嗱，你話真的很奇怪。鏡頭未影都好啦，邊個出界啊？望佢真的周叔條幾大。發球咧，土耳其啦，上手發球，我起啦傳啦，中唔到，快攻，又起咗啊！我四號位，我修正過去，都係四號位啦。對方唔理你咁多啦，佢真係獨孤一味都算啦。佢而家話拱俾四號位咧，四號位而家攞翻嘅能力高過第一局噶啦，已經係啊，都幾順手啊，大哥。嗱，點樣追翻呢幾分咧？就係中國隊要諗嘅嘢啦，要喺發球分之中攞到啊！然後發球收起力噶，彈到夠起啊，第二下過啦，我做咗戰術，好快啊！所以首先就話由個攔網去攞到呢一分先嘅，攔到過去之後，跟住先有機會做自己咧呢一個進攻。呢幾分咧，中國隊咧上到個網咧，照樣發揮又非常之好啊！係啊，嗱要即係趁住住喺呢個前排咧攞多啲啊！喂，你係咪真係放開工嘅呢個波？咁巧啊，真係笠死我啱啱個勢咧，就似打波噶啦。同埋因為佢好少用虛攻啊，所以中國隊嗰邊都防不勝防。係啊，懶不提防一招啊！我起多一傳，用到一後揮打落去啦。人掩護做得好好。係啦，阿趙睿咧，個人能力好強啊！只要佢起到個埋網咧，基本上佢跑動咧。差不多十拿九穩唔錯，阿冷我四號位進攻，難唔難到？啊，有啲超手啊！同埋只要落咗後排咧，真係有啲擔心個籃網方面。
唔係對方去到八分先喎，八比五暫時領先啊中國隊。繼續打落去。冇錯啊。其實每一局波咧，每一場波咧，應該都要贏㗎嚇。射位進攻，啊又打手出界啊！危險啦，係對方發球分攞分嘅。土耳其領先到九比五啊！做啲攻勢啦，點波點做㗎啦？呢個波其實個波唔係咁到位嘅，但係都要俾阿劉亞蘭打短波，因為長波而家嚟講全部冇停手。我重新下球，好正式，俾多一傳啦。二位進攻，有位佢啊，犀利啊，你踢你啊。喂，點解可以喺得分榜排名第三咧？有個道理㗎。好啦，佢落咗後排咧，中國隊可能有啲機會啦。係，一定要到一傳，跟住劉亞蘭咪有得發揮㗎啦。唔係劉亞蘭都可以俾曾蘇紅添啊，起碼都話唔好失咁多分之下，等下佢哋上翻前排。咁個籃網做好啲，有機會追近啲。係。哎呀，好可惜啊！黃禮娜發球啦，兩球啦。冇辦法啊，因為咧球式發球咧，始終咧你都要去搏嘅。不過今日嘅失誤真係比較多啊！呢幾場睇，球星好夠到喎，出界。啊！而家啲小組戰術雖然都叫攞分，但係土耳其似乎摸熟咗少少啊，起碼佔到個波嘅。打多兩球之後咧，土耳其咧都知道個位置點樣守法啦。自己上咗前排啊，希望加強個籃網啦。哇！好夠膽啊！呢個波，好少見到土耳其咧做呢啲咁開網嘅快攻啊！證明咧佢自己咧打波嘅時候咧好集中啊！趙睿睿都諗唔到佢呢下波幾快嘅，佢跳慢咗嘅。起腳一傳，好波！呢個戰術咧後飛遠前移啊！周秀雄打落去啊！呢啲戰術我對佢哋唔擔心嘅，而家唯一就希望咧，住網前嗰個攔網即刻發揮到出嚟。又做個發球，上位進攻攔到啊！即刻有啊！咁啊追近一分啦，一定要靠呢分去追。係今日中國隊攔網咧，一段時間咧做得很好嘅，但係咧。好多時咧就係個位置咧個配合嘅一齊攔網咧做得唔係太好啊！呢球波馮斌攔到波咧就話趙要幫佢咧拍到好神，又起到一後飛就唔落到，哎呀啱啱底線落啊！艾森打呢球波，啊！出界啦嚇！嗱，比分咧拉近翻啦嚇，十一比十三。唔係真係要趁住趙仲喺前排嘅時候咧，去拉緊落後嘅分數，一人一分就唔係辦法。你都一傳，你後飛夠起啊！控得好啊！哎呀，啱啱出界啊！夠夠力，不過咧就亦都要讚佢呢場。呢場波咧，佢哋嗰個嘅攞分球員咧分得好散喎，唔係獨孤一味七號十七號嘅。其實個球員都有機會拎分喎，尤其呢個五號艾森，去到一傳，好快，啊打得好靚啊！呢個配合咧，同趙睿睿配合得非常之好嘅。不過佢又落翻後排啦，即係網前咧就要靠其他球員咧，希望都照樣做好啲嘅籃網，唔好淨係靠趙睿睿啦。哎呀，有一大意啊！呢個波，嗱你幾少見到趙睿睿今場波第一次失誤？係啊。其實咧，咁多場波咧，趙睿睿發球都好好噶，好有信心啊！但係咧，嚟到呢度嘅時候咧，趙睿睿咧有啲猶豫。打得好呢場波，劉亞蘭真係比幾平均可以話呢場波，冇話點樣大失誤。開失波亦都好似有佢份。馮軍發球，開好呢個波，李嘉全長波啦。啊！打手出界啊！
咪尤其是冇咗趙睿咧，佢打上更加放心，真係打手頂嘅呢波。咁佢唔需要好清楚波落嚟噶，佢只需要打你手尖，啊觸手觸界又係一分嘅啦。中國隊其實呢一局咧，暫時嚟到呢度都麻麻地嘅。其實咁，其實覺得佢哋嘅問題出咗喺邊度？中國隊咧，始終咧而家咧起咗一傳咧唔係好到位啊，變咗咧好多戰術上咧配合咧做唔到。如果你做到一傳咧，基本上咧可以拉開咗對面攔網。好似頭先好多咧後飛掩咗嗰個長嘅後飛咧，呢啲波基本上空曬位打嘅。咁希望佢哋咧真係要集中啲起好一傳。其實咧嗰個發球咧，土耳其咧都唔係太強嘅，其實可以咧做翻好啲。咁另外咧就土耳其四號位嗰啲強攻咧，喺第一局中國隊封得幾好嘅，但係而家係欠缺呢樣嘢。一你攔唔到個四號位，對方就枕住你弱點去打嘅啦。始終歐洲球隊咧神高神大啊，個個都一米九幾咧，真係如果你四號位進攻嘅時候咧，你倒截唔到佢咧，係真係好危險嘅。始終防守咧都唔係一個有效嘅戰術啊。好啦，暫定出嚟之後，中國隊加緊啲嘅防守啦。又起好多一傳啦，做咗後快。馬蘭真好用。嗰啲後波真係冇乜失控。喺呢局波咧，柳亞楠嘅表現咧非常之好嘅，希望中國隊咧可以找緊呢個機會咧，俾多啲波去打。所以佢都同隊友打氣啊。係啊，王麗娜更加要打氣，開好啲波。冇錯啊，開好波，破壞一傳，收正過嚟，攔到去，虛攻啊，收正。成功咗一半㗎啦，而家。都係佢啊，周雙雄。係。你最緊波犀利啊！破壞對方一傳咧，就已經係成功咗一半㗎啦，真係。所以咧，功勞咧其實喺劉亞楠度啊，因為咧個個都以為佢打，一拉拉開咗之後咧，變咗周秀王發揮啊。冇錯，開好發球，好嘢，兩個都到靚。好，收正嚟四號位，起到，又成功一半咯喎。哎呀，呢個波麻麻地啊，不過冇事啊。好難噶，做到啊。好，上個快波，二號位救起，可惜撞咗埋觀眾席度。呢一分追埋真係唔同，不過而家調轉又俾對方吃翻兩分，機會咧喺翻中國隊度啦。接好一個發球咧，我諗佢幫助會好大啊！好嘢啊，楊浩！呢一輪咧，佢哋接到第一傳咧，個攞分真係唔使點擔心。問題而家就係落後緊嘅話咧，你唔淨止呢樣嘢做得好啊！你仲要咧喺防守度咧，去追翻一兩分，有機會，未死嘅喎，有球員墊網，定係四次觸球咧？好明顯打唔過網啊！佢頭先啊，打到網肚下邊啊！哦，咁啊唔同啊，即刻平手嘅喎。所以如果喺發球之中可以破壞對方傳嘅話咧，唔埋到網咧，就土耳其其實啲攻擊都即刻弱翻嘅啦。佢哋嗰啲強攻手都要比較埋網波咧，先恰得到咧中國隊嘅高度。追得咁急嘅時候咧，土耳其咧嚟一個暫停啦，一定要啲啊！佢個教練都正，因為一路 hit 住咧就係中國隊而家平手嘅。中國隊咧盡量咧喺呢個尼地利亞咧上前排之前咧，一定要拎多幾分。真刺激啊！看完第一局真的想不到呢場波咧，刺激得咁緊要。好啦，睇下中國隊三唔三勝啦啊！好，劉亞楠發球，破壞一傳，一傳麻麻地起身。上位進攻，哎呀，呢個波咧真係跳早咗少少啊！應該慢少少跳，你先有時間。呢樣嘢中國隊亦都要改善嘅地方就係，除咗佢好高大球之外，其他啲喺四號位咧，盡量唔好俾咁樣咧不停打你捉手出界。呢球波都唔係出界添啊，波後邊攞唔到嘅。土耳其呢邊斯達咧又入替咗巴哈啦。係啊，黑星人。土耳其係福將啊，起唔到添一傳。我收咗後飛，哎呀難到出界，誒難到落啱啱窄界啊！
睇唔到一傳真係擔心㗎。哎呀，睇唔到啊！佢都話 out 啦，但係咧睇下呢個角度啦，隔硬俾嘅啫，隔硬俾二號波俾後邊打。咁個局面又調轉咗啦，而家咧就係如果一人一分之下都係會輸啊，中國隊，因為俾對方吃兩分嘅。19-17。但機會唔係冇啊！做好一個嘅接發球嘅攻勢之後咧，跟住住如果上到嚟前排咧，又有翻啲生機啊！攔網攔咗一個，唔使攔死嘅。攔起咗得㗎啦！即係對中國隊嘅攻勢咧，我始終唔係點擔心，做得好好嘅。但係個防守，尤其是個籃網咧，就今日嚟講咧，就好似好容易俾人打落。還是四號位啊？係。即係其實你都應該預咗啊，土耳其個四號位咧係枕住好強咁做強攻嘅。早前嘅比賽咧，照樣咧都會移過去四號位幫手籃網，但係呢場比賽反而少咗。希望咧，即係秦祖雄教練咧，即係要提一提啊，如果照佢幫手啦，去到好收正佢，邊個打？周雙打。哦，呢下佢咬實牙根打得好。頭先有一球波又係咁難打嘅嚇，結果俾人攔死咗。第二個機會佢話唔好嘥啦。咁呢邊咧用個換人啊，窒一窒佢。周雙雄一定要醒定啲開波，因為今日真係失咗唔少發球嘅。喺呢個緊張關頭咧，一定要開好個波啊！李生啊，臨危受命啦又。不過李生咧就經驗好嘅，出嚟佢真係會定啲。啊，陳忠宏教練咧好似聽到你講咁樣啊，即係驚佢開失波，所以咧換一換個錯隊換人先。哦，咁啊，宋麗娜會穩陣啲，因為佢咧只係網球先發球咧，就唔會話扣球式咁冒險嘅。又起多一傳。打位啊！收正出去，李生，中間二點五打落去。有啊，好球嚟噶！哇，呢個關鍵啊，呢一分。嗱，估都估唔到咧，李生咧唔升出去四號位啊，升俾二號位照到去打嘅。即係通常呢波穩陣，梗係俾四號位㗎。係啊，好嘅，發球，19-19啦，中間二點啊，攔到，起到啦，攔到。你話照喺前排真係幾緊要啊！個人靜飛埋去捉點鋒嘅，呢個籃網好難做嘅，即係如佢咁高先得。好啦，中國隊反超前啦，20-19。要趁住個氣勢咧，就有機會想到去攞埋呢一局咧，就叫定啲啦。換翻出嚟啦喎，巴克。好，繼續發球，去到一傳，打翻個後飛，夠到㗎。好，收應出去，中間又係接佢啊！起到四號位，難唔難到咧？難到，哎呀出界啊！但都唔緊要啊，起碼咬住上。不過要早啲攞分，至於落到後排咧，又係比較弱啲嘅。好啦，起好呢個接發球先。有長飄球，起好個發球，俾邊個打呢？中間係李生打，都係出親嚟都會見功嘅。李生真係好嘢嘅。所以咧，陳君豪教練咧好穩陣啊。李生出場差不多一定見親幫佢拎分㗎。佢好似失㗎，你唔係話讚佢，佢真係咁樣做得到嘅。好啦，楊浩發球，要開好啊！好啊，直接得分添啊！真係要讚呢分，楊浩真係三成，因為呢個直接得分真係好緊要，佢好耐冇開過直接得分㗎。係啊，起碼對佢自己嘅信心咧，即刻上翻嚟。好啦，土耳其咧教練咧就嗌我暫停添啦。去到正啊！如果唔係俾楊浩，如果即刻而家咧開個發球咧，可能有一個好勁嘅一個破壞嘅一傳。係啊，因為咧廿一分咧關口位咧真係唔可以過嘅。啊，如果再拎多分咧，真係土耳其咧有機會輸。冇錯。好講求一陣咧，就話楊浩出嚟嗰發球咧，可唔可以破壞對方傳，甚至乎最好係直接攞分添咧？未上到前排住啊，尼斯漢，佢想攞分咧，就只有唯有打呢個後排攻擊嘅啫。趙睿睿就仲喺網前，即係話籃網仲有個優勢。啊，楊浩嘅發球，睇下點啦，都係拍過去，起到一傳，四號位長攻啊，起到修正佢啊，李生，扣你啦，王一娜，好嘢，咬實牙根打你個觸手啊！
所以有住喺前排，我都定啲咁好話。睇到李生啦嚇，個接應二傳咧做得非常之好嘅嚇，修正嘅位置咧非常之靚。好，繼續熟嘅喎，都係佢開波啊！好破壞多一傳，修正佢啦，好開網啊，打唔打咧？照打，不過波係 out 噶。慘啊！嗱，呢分咧就土耳其呢一個尼地利亞咧，就真係要負上啲責任，因為落後咗三分波咧，呢波一定要穩陣 ，set 得唔靚，開幕你都要打穩陣。就係球性深切之下咧，真係好想拎分，但咧點不知咧第一打出界。好，繼續發球。哎呀，呢個波薄咗少少啦啊！但係而家中國隊定啲嘅，因為始終踢三分波接發球攞 match point 咧，佢哋信心大啲。係啊，只有一球啊！咦，教練好似叫佢換一換啊，將拿出嚟咧。咦，接發球喎，係冇錯，不過唔係開嗰邊啊，快攻，趙瑞瑞得手，趙瑞瑞埋齋啊，結果係，哇！呢場波真係叫贏得幾驚險啊！咁點都好咧，就中國隊以3-1嘅局數擊敗咗土耳其隊嘅。